哎，可以吧？来啦，更改敌人的行动回头。虽然说句实在话，我是觉得达文西没有爱因斯坦好用啊，但是姑且吹了一波牛逼，还是得帮他抽一下，把他请回家啊。哇靠！莫扎特，天哪！莫小姐 ，This is 莫，好、哦，莫扎特第二支。哦天哪，我头开始痛了。我觉得感觉今天莫扎特会一大堆，希望是不要莫扎特好不好？我不想看到莫扎特。小姐，啊。这个水温有点低啊，看起来不太妙。希望优秀。哇，现在是彻底消耗障碍了。不是啊，莫扎特呢？算了，我们先这个先抽个十抽，消消转转运。这个业障消的可真惨，还有机会？哎，不会吧？今天难不成今天就要倒了吗？今天抽啥都没有啊！哇，异彩认真哦，两颗土方碎山，可以！哇，我连哇，我还只有看到一只65C 耶，这什么啊？哎、欸，我们已经不知不觉要来到70抽了、欸，不会吧？来，优质游戏，哎，那个机上的抽卡敌人实在是太 nice 了。好，这祭典假设一只，不要闹热闹。小短、欸。海底捞，哇！这次连爱因斯坦都没出现，之前不是爱因斯坦一直来吗？难不成这种极 figure 祭典都要说一二三？文西好简单吗？达文西好简单吗？不然我们要拿出那传说中的咒语了吗？一二三，达文西好简单。哎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咒语一拿出来，保证稳，信不信？那个第三颗绝对是达文西，我就跟你们讲了，这个天、啊，我原来没这货、欸，不是啊，我怎么会有这货？靠！哎，这神奇的咒语，难不成就此失败了吗？不太可能吧？哎，一二三，达文西，好简单！哎，来啦，这两颗。可以啊，这第二颗绝对就有了，对不对？就有了，对不对？就有了，对不对？一二三，爱因斯坦，好，简单。我是一二三，达文西好简单，不是爱因斯坦，那是去年的事情，去年四月那部精华，我至少被丢了100多个到站，你今天又再来。你到底是有何居心啊？好啦，我们再弄个100颗石头，最后20抽，再没有，我们就再考虑看看要不要继续抽啊，可能就要扣老板了吧。啊，来吧，哎，我们好吧，我们最后10抽，相信个金回答好了。
我有一个不小心的、啊，又磕了100分。可以。耶、yeah, ，结束！哎呀，三大关心者今天都一起出来，到底是什么鬼？不是啊，啊，为什么我都60C 的？来哦，来吧，来吧，达文西，达文西，好简单，一二三，达文西，好简单，快点啦，怎么可能？不要闹了，达文西，你该出来了吧？这最后一颗，那最后一颗绝对是达文西啊！那真正海底捞月就是在这种时候要出来。上一次我们庄子也是海底捞月，今天达文西还是要如此戏剧性的海底捞月，信我一把。